早饭山楂锅盔和咖啡，加一个茶叶蛋。山楂锅盔，我的最爱。吃午饭了。两个炖到软烂的大羊腿，加上软糯可口、吸满汤汁的白萝卜，这个肉看起来，这样看起来好狰狞呀。今日午餐，羊肉烩面。看，可爱小肥猫。我觉得他的学不明白，他只知道吃。但是他有往那个铃铛那儿看，你看，好像明白能一点点。你看他会不会明白一点点？可能要多教几天。他说把肉放这上头了，让我闻闻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轻一点。他说我都不 care， 我都不吃。哎呦哎呦，他要点他。他有点迷茫，好像他把地上的那个沫沫去舔舔。他不懂，你摁的太，你就应该摁一下，然后那样给，摁一下，然后那样给，就让他把这个铃声跟喂好吃的联系在一起。巴甫洛夫的狗没听过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哈，他是不是明白一点？但是有一个问题哦，他会不会认为是你按这个铃才有吃的？他会不会认为是，他按这个铃，所以才有吃的？还喂了，感觉他似懂非懂。你看他好像觉得是你摁这个铃然后就会有吃的，你摁了以后他就在找，然后给他喂。下一次再教学吧，今天的教学停止吧。
啊？站，坐站。学习有学习的样子。哎呦！学习有学习的样子，坐。人家把你的学习桌给你掀了，还学习学习的样子。他根本眼里都没有这个铃铛，他就只眼里有你的吃的。按这个，快按，按它，这样八八。这个，按它，八八拍它，这样，八八。俩人没你会拍我手，不会拍这个。因为你手上有味道。拍这个。呀，他说要学会了没有？拍这个，坐，坐，这是坐了吗？这是坐了。那你也没给人家吃的呀，人家不明白呀。拍，他以为你在用手跟他玩吧？拍。今天的教学时间结束了。这个怎么弄开呀？什么呀？什么？就直接这样吃吗？不给它剥干净吗？你不等它凉凉，拿手剥。超级甜的葡萄和一个黄瓜味的西瓜，这个西瓜尝起来真的很像黄瓜。它这个能撕完吗？
我决定，你再等一下，把猫开了。哎，快把它赶走！这么多够了吧？嗯。你给它扔下来。嘚嘚也去了，嘚嘚说我怎么没有奶喝呀？因为你不喝呀，嘚嘚。他已经慢下来。